阴阳日月最长生，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一出天下定太平，灵山一会万年灯，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四八大愿照光明，黄山老祖庙至圣，黄山老祖庙至圣，家属灌顶见太平，家属灌顶见太平，南无无量寿庙至圣黄山老祖师尊，南无无量寿庙至圣黄山老祖师尊。各位维新圣教法师及所有维新贤士同修啊，当下丙申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西安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啊，中华民族5000年来改朝换代917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灵，持有后裔北移韩国以来202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灵，即啊秦朝时期徐福东渡日本500童男童女成就124位天皇朱建灵，即中华民族5000年来3762次。大小战争，王室君民怨灵，以及世界816次大小战争，王室君民怨灵。啊，我们法会坛上各姓氏列祖列宗，各个莲座上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今天我们继续为各位来禅解。恭赞黄山老祖天威，啊，黄山老祖的天威不可说，不可思议。黄山老祖的天威，大至宇宙虚空，满3000大千世界的净土，还有。小住我们每个人个人的家中心灵，黄山老祖的天威都能够普照，所以在过去33年来，我们十方大众只能知道说拜黄山老祖可以保平安，啊，可以事业转流为安。啊，可以在社会、各界啊等等都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但是不了解黄山老祖的天威到底有多少，所以我们要追根溯源才能了解。我们追根啊，追根到14500年前的。古昆仑文明，红军老祖的文化，化玄玄。而到了7353年前的伏羲氏文化，啊，6000多年前的九天仙女女娲补天的文化，啊，以及三祖文化。一直到现在来，古的圣人的智慧，古的圣人，古至今用到当下的维新圣教、鬼谷文化，
这些都是我王禅老祖啊，在天界多次因应世间的劫难，所以倒驾慈航。因为宇宙虚空能够让我们下来居住人的只有地球一个，若是地球灭掉了毁坏了，那我们天上的如来没有地方回去，这是一个严重问题。难怪在40年前啊，那天地教的教主韩静老人、李义阶、李公、义阶大菩萨啊，他一直修行，认真的修行，求提供，请提供下来转法轮，否则的话，地球会灭掉。啊，所以天地教的所有的同分们，大家共同奋斗，来为这个地球的平安来保平安。啊，一直拜忏。忏悔，忏悔，再忏悔。啊，所有的同问弟子们一心把地球看为自己家，地球的人类看为自己的家人。啊，等到民国72年王禅老祖倒驾慈航的时候，啊，那韩静老人大菩萨呢，啊，就在他的笔记上就写了，记录了，不得了，不得了啊！啊，宇宙大神弘忠老祖也下来了。啊，也下来要守护这个地球，转这个法轮。那时候我不晓得，啊，因为当时静修院就和天地教的总部在台中市美村路，隔壁相差500公尺。啊，那时候我也还不懂这些宗教的方面。所以我们的基金会董事吴鸿奇董事，他是天地教的大护法，有一天看到啊的韩静老人大菩萨写了这一段，所以他在一直寻寻觅觅在找这一位弘忠老祖下来在哪里，所以在民国78年。79年到80年这段时间，终于被他找到了。啊，来到禅机山仙佛寺，我们正在建设。那时候我们都很穷。啊，每个月工程款还有我们的神职人员薪水几乎花不出来。啊，所以他就是默默的把钱汇到我的账户，啊，给我们领来发薪水，啊，所以多方的大贵人相扶持之下，我们结下了好姻缘呐。所以王禅老祖来到世间上，连弘忠老祖大神。他也下来护持王禅老祖，何况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他也下来倒驾慈航为台湾祖师，
来共同护持王禅老祖道家慈航天下太平的本愿。所以我在民国72年开始用易经啊，以风水学为大众来排忧解难，一一的正道了，转危为安，啊，才体会到说，世界和平要先从家庭和平，啊，家庭和平一定要从事业、生活安定开始。啊，所以王禅老祖开始我们，先以中华文化道统，啊，易经风水学来做利他的工作，然后再啊也鼓励有缘人，在平安的基础之上，才有道德可言，才能修行。结果到现在来34年，一一正道了。王禅老祖才开示，这是真正的中华文化道统立人天。所以我们维新电视台成立之后，啊，我们开辟了好多好多公益性的好节目，啊，最近来这2年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的法师都非常慈悲精进，然后将妙法转施普施给十方大众，才开辟了每个礼拜三、礼拜四晚上10点到11点，用意利人天。这个节目是非常好，啊，所有电视节目、电视台不能做得到的，啊，因为这个节目时段，啊，就是中华文化道统的精华，普利人天，所以我也要求我们所有的法师们还有贤士们，大家共同依法修行，依教奉行，绝对会圆满自己和利他、利己、利人天的啦。啊，所以这一次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圆满，在台湾净土林口大体育馆，啊，会前啊，大典前在宣佛寺宣佛禅堂深坛举办29天的法会，啊，依法会有再来阐述讲经，所以我就依照祖师的慈悲开示，要赞叹恭赞王禅老祖的天威，所以每天下午3点到5点，恭赞王禅老祖的天威啊，让世人、天人、十方法界、圣神、活菩萨，还有第一道鬼灭门，他们也知道王禅老祖的天威。所以我们今天啊，这一节我们还是要继续来恭赞王禅老祖。上一节我们恭赞到王禅老祖他是风水祖师，啊，再接下来我们要恭赞王禅老祖，啊，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稽首顶礼呀，啊，王禅老祖神通广大，但是王禅老祖开示我们不能讲神通啊，那老祖你不能讲，我可以赞叹老祖你就神通广大。
代万里兵，淹没星空庙的仙。否则为什么在民国75年的时候，大兴安岭的火灾，王禅老祖开示如何运用奇门遁甲，在某一天丙子日就可以消灾化解。果真在那一天下了整个的大雨，把火灾灭掉了，是除了救人以外是救世界啊！再来登革热各种的瘟疫天灾天瘟，我们都一一的依照王禅老祖开示的，带着我们所有的唯心贤士同修们努力诵经，我们开了500-600班的学员贤士同修，有我们这么多216位的法师也都很慈悲的带着大家一起依法修行，恭诵天德经，恭诵诸经一起祈福一直祈祷，由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来负责召集易经大学所有我们的法师，现在的博士班的博士同修们56位同修带着所有的学员们依法修行，依教奉行，结果我们好多的天灾缺氧层破洞补满了，地洞填平了黄石公园活火山都安了下来，日本富士山的活火山安顿了下来，伊波拉病毒、禽流感、SARS 都在预期的时间全部消灾化解。那么，请问这个是不是神通？那各位有没有神通？你们依法修行、依教奉行，集合功德。来了深潭用宗教的法仪，我们每日供养这么多的斋串香花果串供送诸经来奉请诸佛菩萨龙天护法，光降坛城受纳祭拜供养和转施功德这些都是神通广大也是救人救世啊。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你不能讲神通。我说老祖你 不可以讲神通，我可以赞叹王禅老祖大神还有诸天圣神活菩萨都是有神通若是不是神通力，哪有能够转危为安？不可能啦！有如黄石公园那么大的灾难，让它地层里面的活火山能量释放掉，你怎么释放？所以王禅老祖的慈悲那没有办法去形容不可说
啊，就用二十八处的周围二十八国的国度啊，发生六级以上的大地震，把这个能量释放了，所以这即是王禅老祖他的神通广大啊，还太多太多太多了，王禅老祖的神通广大啊，更浅显的啊，台湾中华民国中华航空公司过去那么多的劫难，后来王禅老祖在澎湖空难以后啊，一年时机到了，彻底依照风水学妙华把中华航空公司南京东路总部的风水门开错了，门有一千斤，房子只有四两重，诚实妄相纳气啊，结果公司按照王禅老祖所指示的啊，修正了之后就平安了，赚钱了。这即是王禅老祖的神通广大哎，啊，所以要讲神通广大，不是像一般的我逗你，你逗我才是神通广大，那个是雕虫小技，那不怕因果，不知因果啊的泛泛之辈啊，这悲哀的众生的思想和行为。所以王禅老祖一直开示要我们唯心弟子们好好依法修行，依教奉行，要做到利他啊，利他才能天下太平啊，利他即是神通广大，你要利他必须要有法，你没有法利不了啊。所以王禅老祖的话就是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和宗教的修行法仪融合为一炉，助利他的天威啊。所以我们现在我们要攻占王禅老祖的天威，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稽首顶礼。各位唯心贤士同修，啊，王禅老祖的神通是正面，而且是正知见的，运用中华文化道统。加上我们的正心正念和开发各位的慈悲愿力啊，大家依法修行，依教奉行，结果都圆满了，这才是救人救世啊！啊，即是神通广大的广义。所以今天我们有这个缘，我们在这齐聚为一堂啊，一起来攻占王禅老祖的天威的祭文啊，唯愿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愿人心相疼爱，同体世界永和平，
以为本愿，祝福各位，阿弥陀佛。天威是天之威德，人是叫功德。所以天威，天的威德是广义，是包容所有一切山河大地众生，而功德是个人。点点滴滴行功立德起来了为功德，但是功德也有不可居功的功德啊，很多就是我们做人该做的事情，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那即是责任与义务啊，不可谈功德。我们要有这个认知，我们才不会自我找烦恼来束缚自己。安尼听有无？啊，所以常常信众来啊，他有事情来请示。啊，有的呢，我也不便跟他说啊，你的功德无量。你说他功德无量，这更制造他功高我慢，不知行功，也不知立德，也不知道尽本分责任和义务，所以。父母养育子女，说啊，你的功德很大，养这么多孩子哎，这不是功德，是责任与义务。那么说啊，你对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很孝顺呢，这是功德啊，这不是功德，这是责任与义务，没有功德可言呐。所以各位，我们要有智慧，要有修行，道理在这里。啊，至于王禅老祖，一直开示我们不要讲神通，讲神通会妖言惑众。啊，因为你要了解这一位大神。他的天威到底有多少的天威，你才能够讲神通。若不知道大神的天威，普利人天多少啊，他的妙法心法有多少的时候，你绝对不能随随便便讲他的天威啊。所以我身为王禅老祖的弟子，啊，王禅老祖的天威，说不完的天威，数不尽的天威，啊，也不可思议的天威，我只能用赞叹来恭赞，很诚心的赞叹王禅老祖，他的天威，立人又立天。啊，尤其风水学的奥秘，从轩辕黄帝祖崩藏桥山到现在五千年的风水学的奥秘，经过我们列位祖师啊，很用心的。啊，去正道、行道、汉弘道留下来的果，
那我才深深体会到天威和神通是等号。那么人不能讲神通啊，常常有的，哎呀，师父你有神通哦，你不要陷我于不义啊，有的自称为他有神通，尤其我们维新贤士法师讲师博士班的弟子们，绝对不能自夸说我现在已经修到高境界，比神还大了，比神还高了，我讲怎么样就怎么样，那是走火入魔的神经病。神经病你知道吗？就神经病啊，走火入魔。而凡是自称我已经修到某某程度了，那个都是走火入魔。神也不敢说我已经修到什么程度了。所以我们在乡下，我小时候家里不平安，我们所拜的是玄天上帝，我们好诚心的去请玄天上帝今生到家里来，然后请这个机身啊到家里来，三更半夜啊在神桌前，我们一般就打坐，他就趴在神桌上啊，玄天上帝他正灵来了就起驾，起驾的时候用两手一直在敲着桌子，我说奇怪，他会敲桌子手不会坏吗？啊，水一面讲，那就是在为病人说话，为病人的冤亲债主在说话，为病人的列祖列宗在说话，然后剑拿起来，背上啊就破了，裂开来，血流出来了，看得很恐怖，舌头切成两半打开了，哦，以为让我在变魔术，看的结果是血流出来了，用那个血来画符，然后烧一烧，化去了。那是用这个血来供养，啊，冤亲债主朱彦玲，啊，然后玄天上帝来，他也很慈悲，一面讲，他说你的问题我没有办法帮你忙，这不是在我的权限之内啊，我也无能为力，我也没有神通可以为你排忧解难。那时候小小的我的心灵就已经得到这个启示来，所以当我到四十岁以后，一场大病之后，41岁才开始行道，我从来也不敢说我有神通，结果我们的很多弟子都自认为自己是神通，想起来很可怜啊，不知佛法，不知道法，不知圣法。所以王禅老祖为避免众生有这个问题在发生，所以才用中华文化道统7353年的伏羲文化八卦
先天八卦，后天八卦，体用兼备，来传道授业，而不厌其烦的说出各种排忧解难的方法，消灾化解的方法。所以说凡事你遇到什么问题，用什么方式来消灾化解，绝对能够解冤，结果能够释解。所以我们维新圣教的维新贤士同修弟子们，一定要谦卑，谦卑再谦卑，不要以为说哦，我就是怎么样了，高高在上，我比神还大，胡说八道。你还要吃三餐呢，神不要吃饭呢。所以我们要谦卑。我不希望社会大众，尤其我们维新贤士，要去参加灵修，装神弄鬼，做鬼做怪，妖言惑众，这个绝对是犯了天道，逆天，必定有因果律的保护，做得很不好。当我们用假借神明妖言惑众，被你的妖言惑众所伤害的人，也许就是你的父母、你的恩人、兄弟姐妹，何其的可怜啊。所以王禅老祖叫我们要很谦卑，即使你知道怎么处理、怎么帮忙，你要默默的为他们排忧解难，过了就不必炫耀。所以佛家玄奘大师他写了《波罗蜜多心经》268个字，到最后揭谛揭谛婆罗揭谛婆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揭谛揭谛婆罗揭谛婆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揭谛就是要精进，然后再揭谛再放下，揭谛再精进再放下，再精进再放下。所以这个即是修行的上升心法，无论佛家道家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自己不要以为他有神通，尤其在南部我们有自己的 弟子去拜了什么红军老祖，就开始与人对立，说我是拜红军老祖，他是红军老祖，会怎么样？给你怎么样？胡说八道，妖言惑众，装神弄鬼。所以让我回忆到我的岳父，以前在南投永丰当民意代表，有一家玄天上帝庙，鸡童，就要王某某，要签字，要做什么，做什么仪，要怎么样？而我岳父看出这个是骗局，他就不签。那么不签呢，那个鸡童呢装神弄鬼，就是若是你不签，他不签的话，我要给他好看怎么样。那我的岳父他很正气的人，他呢拿着棍子
到那个庙里面那个鸡童下来，看他神是真神假神，拿棍子被他拱，他看到我岳父拿棍子的都变了龙啊，以后也不敢再讲，装神弄鬼嘛，很不好呢，不止英国啊，还有我们好多没有进入中文以前去修灵修修灵机啊，装神弄鬼很不好啊。哦，我说这认为有神通了啊，现在怎么样了？哦，所以各位同修，我们不要自己制造谣言来骗自己。也曾经一位信徒啊，他也自称他已经修到有神通有广大了，嘿嘿，他来拜老祖宗还没盖，只有在临时殿那里哦，他来跟他讲了道理，讲了很多很多妖言惑众，说他能怎么样怎么样。我说明天你三点半你能不能过啊？没有问题，我在那打坐的，就有人拿回去把他钱嘎进去。那好啊，那我明天就看你谁把你嘎进去了。啊，结果他在家里，哦，在做的比手画脚，妄想，莫不要跪里面魍魉的妄想的念头，哦，在那比手画脚，等到三点半到了。银行打电话来了，某某人，你的支票少了几十万，赶快来补，否则要跳票。抢劫行窃，恍然大悟，原来神骗他。我告诉你，神没有骗你，你自己骗自己啊，实实在在的做人就好了，你也不必再哦，我修什么灵机，哦，我是什么神来护心，胡说八道。所以我们唯心圣教就修行法仪，我们要入神心，好，这是依教啊，一般啊，我日神心，一般神日我生，那这是激动心正神正，心邪啊，心邪生邪，就入魔。这要注意啊！啊，尤其神入我身的，俗话叫修灵机。我要他们诵经，他说是不能诵经，不能念经。念经我就不来了，嘿嘿，趁这个机会赶快念经，他不会来，因为他是魔，来魔考你的，算你一直经一直持诵一直念佛念咒，我告诉你，邪神不入心也不入身。所以很多人会自以为说他神通广大，自认神通广大了，他即是魔。所以王禅老祖啊，开示我们要谦卑，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即是菩萨行啊。所以王禅老祖从来没有说他自己神通广大，而是以神心
来关怀众生。以佛心关怀众生，以神道来关怀众生，以慈悲心来为众生服务，这样的话即是神通的等号。所以当一人越讲神通，魔障越来，自我妄念就是莫不要贵离灭亡凉护在身上，要小心。所以我们现在要来攻占王禅老祖，他的天威，请大家合掌。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稽首顶礼。所以我们攻占王禅老祖的天威，王禅老祖即是救世主。那当然，我们大家这么多年了，也都了解到王禅老祖王禅的真实意啊，也了解到何为神通，何为广大。我们人的心就是神通，就是广大。我们的人的心就是光，每个人的光普照出来，爱普照出来，光与光相融合更光明，爱与爱来相互包容，世间更和谐。造即是神通广大，才是真正的救人救世啊！希望我们唯心贤士所有同修们，本着王禅老祖开示我们的真言，修心修口和养灵，你即便能够正道，与王禅老祖正等正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果啊！祝福各位。